哎，天天你知道吗？最近高考成绩出来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我当年考了660多分，上的是名牌大学，不过现在还在这里打工。滚！就不像你了，知道吗？长得不漂亮又有钱的花瓶女朋友而已。聊什么呢？哎，小新，你知道吗？马赛说他以前高考考了660分，哎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哎，还记得市场部的张经理吗？他当年是高考状元，考了690多分，被清华大学录取，本硕连读。哎，工作以后就更厉害了，在公司啥也不用干，福利还贼好，又是买房又是买车的。哎，你看我，明天还要给他发工资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系统，我昨天加班加晚了，所以今天赶紧迟到了。怎么又迟到了？对不起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那我辞职了。我最近工作给你涨3倍工资。主要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住的地方有点远。让一步吧，以后别再挤地铁了。也不是车的问题，主要是最近想多陪陪女朋友。那我早上叫你早点起来，你非要赖床。哎，小西，现在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真的太危险了。嗯，以后我不在身边，你不准出门哦。好，女孩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不过还好会功夫的。就你？怎么，你不信？那我们来试试啊。试试就试试。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女子防身术。来，快，来一遍快的。我都说了不要你来接我，同事看见多不好啊！我就最能要开车嘛，我走路还不行吗？哟哈，这不是小新吗？他是他前任。现在怎么混这么惨，都不知道是一路车吗？可天天在一起，就算走路也开心啊！不是说你前女友是白富美吗？谁知道呢？现在混这么没有水准。我是没水准啊，不像有的人。这是哪里来的练习生啊？不就是恨我当初为了他跟你分手吗？能被抢走的都不是好东西，今天我们走。你故意的？就是故意的。我的男人只有我能欺负。金总没事吧？你先走，剩下交给我们。走。天佑，我闺蜜说，如果我们家要收100万彩礼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娶我的。可是我真的没100万呀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拍个求婚的视频吧，我发给他。我会拒绝你的，我就是想气气他。好吧。小西，你能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如果你很亏吗？我陪你几十年，100万算下来每年只要25000，每天只要70块钱，你花70块钱就可以让我给你洗衣服做饭，洗孩子。我考虑啊。不要考虑吗？大不了，我以后每天给你赚70块钱。现在给你赚，那这是今天的。我谈过业务，你跟我来干嘛？还不是看你昨天加班那么晚。这不是天天吗？听说你找了个白富美，怎么还跟我抢业务？我是找了个女朋友，但是……那不会是个老太婆吧？现在的人怎么不劳而获？哎，谁进来了？什么？都等你好久了。哎，这个项目嘛，至少我比你更合适，还是下次再说。但是我的方案比他做的好啊。那还不是我说算的。你们公司都是这么谈生意的吗？难怪生意这么好。在跟谁说话呢？老板在我办公室里呢。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听我解释。你是董事长的女儿。哎，今天这个位置还蛮舒服的，要不你来试试？